接着带您来看到花莲县长照推动小组在县府召开第一次的委员会议，由县长徐正伟主持会议。而随着人口老化的趋势持续，面对长照的需求日益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邀请到了来自长照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县府社会处、原民处、教育处以及相关单位的代表参与，共同来探讨如何透过跨局处的连结合作，透过会议回报与交流，推展更优质的长照服务。县长徐正伟表示，长照服务的推动持续稳定成长，曾经也向乡亲有目共睹，无论是居家室、社区住宿室等各项服务，以及失智照护或是家庭照顾者支持服务等等，都全面顾及到各乡镇市乡亲。这次推动小组除了主管机关委员、相关民间机构以及团体代表、服务使用代表以及专家学者们参与，共同讨论在县内推动长照服务中心的实务过程当中可能面临的困境以及困难。透过会议交流，县府团队也持续收集服务需求的资讯，让县府团队更有头绪，尽可能将服务放在最需要的地方，努力打造精准的服务。那对于未来的114年，或许我们现在的有一些政策的调整和修正以及预算的编列的部分，我们都可以透过委员会小组会议来把它这个把它拟定下来。比方说我们在社会安全网，还有在我们幼托的部分，或者是我们家托的部分，其实我们有在整个委员会在开会的时候，对于我们的托育保姆的部分，我们就在明年的预算编列里面，对于他们的健诊的部分，是我们是比较关注的。就我们的家托保姆这个部分，那其实我们在很多的政策上，其实我们都希望县府跟民间大家一起。是携手协力。花莲县卫生局表示，113年6月底，花莲县长照资源部件情况共培植了18处社会整合服务中心。今年下半年度也将持续推动家庭托顾服务资源的建制，并且配合卫生福利部在瑞穗乡推动113年到117年度原住民族以及离岛地区公有建筑家庭托顾服务中心照顾示范计划。另外也持续辅导本县各长照特约单位加强服务品质，提升民众使用长照服务效率。记者中央华社报道。